没有山的时间。这样会不会太开心了？你要看你的群聚的程度。这一张就是我们今这次买的那个皮料，纯皮的植物，所以它的墨色其实是不错的，但是它就不会晕了。然后是它又没加粉，对，它就是因为皮料多啊，树皮。老师，你画第二次这种哈，这种要这样子，笔用笔腹的那个这种的哈，我在网络上也看到有人这样子画，我就是看到你的画法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用笔腹画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画啦，真正我一直都是这样画。你想吃啊？老师以前是不是说画圆的时候要什么倒三角形？哦，对啊，那是基础啊。啊，现在哪一块是倒三角？都是。都是这样，你看，都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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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样？就是有大三角形，还是没有变，然后组合起来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像这个都可以延伸上去，但是你要画这么厚一层，好，你就不能里面的那个渐层就不能黑黑的一块，它里面墨色是很自然的，而且我是用这样一笔一笔去堆叠出来的，好啊，所以它的那个。云啊，是一颗一颗的感觉，它不是平面的。啊，你们现在大部分画出来都是平面的，哦，就是因为你可能在一个地方啊琢磨太久。哦，你我有这样子一笔一笔这样画出来。可是，就是你画的时候，图像就觉得没有老师的那么漂亮，那么纯真，这样懂对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可以卖870万。对，所以现在就是差在不知道为什么走向就是很奇怪。走向是不是？对。走向的话，我觉得你这个其实一开始我就说你要去跟着三四句话啊，这个我是没有任何的参考，我就直接画一堆云那种感觉。那大部分的云都是先跟着山走啊，你也不太可能全部就只画云而已。像我画这一层的话，它是比较近景的云，那近景的云它是卷动会比较厉害，好，所以你看这一条云带啊，我都会往上卷。你看我这一层来到这里。往这个角度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会把它慢慢的拉平下来，有没有？就是卷的是要，就是让它卷上去，哦。那么你画这一段角度的时候，你也是要再把它延伸，
哦，啊，这个每一个出来你都可以延伸出去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卷云呐，啊，然后另外一种叫祥云，就是它比较平一点点，哦，你看这里，我把这个云角啊画出来，它是不是也卷动？也卷动，好，哦。那你不可能每一个都卷的一样的角度，所以你在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思考怎么样画它那个哈，哦，角度才会是自然的哈，哦。那当然，你不可能都不去看云，你就可以画出这样子的云，不太可能。所以你要常常去参考那个云的走势啊，哈，倒不如不用去山上什么看什么云啊。其实你看，我都说你网络上抓起来就很多了，就画不完。然后我这边再把它画一层，分层。好，我是接到这边来的，你看。那有时候我画比较大的云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子，就是全部给它一个墨色，哦，但是是有这个墨韵的墨色，哦，然后笔尖再沾浓一点，再深再点一下，加深。然后这个延伸出去，哦，像这边又重复这里的嘛，你每一段都可以延伸出去啊，都可以延伸出去啊，对吧？哦，然后比较近景的，你要画得够厚，然后越来越薄。然后在每一层，你想要让它比较清楚的地方，你都要回来哈，去点一下它的暗面。哦，这里也可以，像这种云就是说，哎，有一些是清楚的，有一些是模糊的，不可能完全都清楚。哦，你这样画才会自然哈。好，哦，像如果你觉得说这块三角形有点不是很好看，你就这边啊，哦，再画一层云海。那近景的话，你可以稍微抹一下，两边都可以让它模糊。好，哦，啊，像你画一整片云的时候，也有强弱之分。哦，你在这个也可以伸上来，延伸上来。啊，哦，留一个小角。哦，所以依这样子的概念去画哈，哦，你就可以画一面墙啦。对，就可以画一面墙啦。对啊，就是近的稍微翻滚的再大一点，然后远的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慢慢的再啊变成平一点点哈，哦。你看我，哦，这边把它平一点哈，哦，好，这样就一个云带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往上延伸，贴着这一片云。贴着，这样是不是越来越扁了？好，再贴着这片云。再贴着这片云，好，这样子。
好，加深。加厚。远景的鱼就出来了，嗯，你说你是要看看到要睡起来？没有啊，要偷没有啊，吸二氧化碳啊，口罩里面的二氧化碳吗？嗯，我的包给你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。戴口罩太久会那个二氧化碳。对，就是热风啊。现在还是有在确诊的呢。哇，这真还挺危险。我们隔壁班五个小孩就确诊，然后连老师都两次确诊。现在确诊为什么没有味觉了？是不是什么咸的、咸的脏？还是这样啊？对对对，我女婿跟不是我女我媳妇跟我儿子啊，两个是确诊就这样。好啊，远的哈，我会做一点这种。叫你，哎，阿内，翠云，怎么好像都人名？小云翠云，什么云翠云，都人名。翠翠的吗？不是吗？没有整怪呀、啊。哦，你这样，这个就是云的理论嘛，哈。还没讲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尾巴黑啊。啊、哦，没有，就是它一些，其实它这个道理跟这个一样，只是它很远啊，又很扁，你。没有办法，每一个这样画，你就是让它带一点有流动的效果，好，稍微甩一下，这样啊，让它分出那个强弱之分啊，哈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多去看那个云海啦，啊，我之前拍很多云海。可以行吗？老师，那你这边这样子，只要下去这样，不用再那个几层哈，好像刚刚你都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你如果能够做出那个层次来，你就不用那个，对啊，最厉害的就是一次就把它完成，减少你一直磨蹭的那个次数。老师，你有录出来吗？没有录影啊。